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年春节联欢晚会正式对外官宣，今年春晚将首次制作 8K 超高清电视版，并发行2020春晚直播电影。今年春晚将延续全媒体传播，央视频道、央视新闻新媒体、央视网、央广网、国际在线等将向全球同步直播。今年春晚还推出十亿春晚红包，向观众传递真挚的祝福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